怎么样？这车提速有感觉吗？这车也太牛了，不愧是三秒破百。走，哥今天带你就是消费。好。大哥。哎，小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过来，我今天没事儿，想找玉宝陪我逛逛街。我跟小童去逛街了，中午你就在公司食堂吃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行，你俩溜达完早点回来。小童，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吃饭。行，大哥，那走了，拜拜。船长，班长，有什么吩咐？把副公司经理都喊了，开个会。好嘞，班长。跟你家车好像啊。哎，还真差不多一样。我老公买的时候在抚顺市还没几辆呢。哎，这车真好看，走咱过去看看。哇，这也太帅了，这是最新款的吧。我老公什么时候能给我买一台？等着吧，该有的都会有的。这个车主竟然忘锁门了，我先把人车门关上，一会儿车主回来该急眼了。趁车主不在，我赶紧上车感受一下。哇哇！哎，小童，你可别乱碰啊！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好。二哥，那谁呀、啊？你马子啊，在你车里坐着。我操，那可不是我马，赶紧过去看看。走。喂，你们谁呀、啊？谁让你动我车了？可不是我马，赶紧过去看看。走。喂，你们谁呀、啊？谁让你动我车了？对不起啊，我闺蜜特别喜欢你的车，看你车门没锁，没经过你允许就坐进去了，对不起啊。咋的了？你去对不起就完事儿了？我二哥说过，这个车只能是一个你，那个人只能是他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超级喜欢你的车，而且它又是白色的，说喜欢你也没办法，我想让我老公购买。哎呦呦！这么能吹呢？来，让老公开过来，我看看。来，是骡是马，牵住溜溜。你，老公也有一辆，你这娘们咋这么能吹呢？来，让老公开过来，我看看。来，是骡是马，牵住溜溜。你怎么了？呸！两个瞎猫了，在我这儿装大哥女人呢？
我这个车刚提的，被你这么一坐磨损了，变成二手车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怎么办？赔钱啊？还要赔钱呢？我就坐了一下，那得赔多少钱呢？这么好的车怎么也得100万？什么100万？坐一下就要100万？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说谁讹人呢？还要赔钱呢？我就坐了一下，那得赔多少钱呢？这么好的车怎么也得100万？什么100万？坐一下就要100万？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说谁讹人呢？你说归说，别动手行吗？就坐了一下你的车，至于要100万吗？你老公不也有一辆吗？有我这辆贵吗？我这可是顶配，就要10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好使。不管你这车有多贵，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讹人。又讹你咋的？你们太过分了，竟然还敢打人。这就过分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没有100万，谁他妈也别想走，而且要现金。怎么的，拿不出来啊？我看你俩长得也还行，要不今天晚上陪陪我，我可以少要点。哥，你不能忘了弟弟啊，扶我一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拿不出来了？我就喜欢看美女无助的样子。装不下去了吧？装不下去了，今晚你就陪我们哥俩了。怎么，美女姐啊，装不下去了吧？装不下去了，今晚你就陪我们哥俩了。喂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我开会呢。喂，老公，我跟小鹏溜达。被人欺负了，他们要100万，而且还要现金，他们还打了我，你快点来吧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现在在哪？
别怕，等我。怎么了，蓝总？我媳妇被人欺负，被人打了。什么？取200万现金，驱车，救人。怎么了，蓝总？我媳妇被人欺负，被人打了。什么？取200万现金，驱车，救人。怎么了，蓝总？我媳妇被人欺负，被人打了。什么？取200万现金，驱车，救人。
行，这里不用你管了，交给我。子路，哎，带你嫂子和小龙上去了。不是我，你息怒兰总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你认识我？神府新区改造，我在您那儿包点小活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小姐，听到了神府新区一个交通项目，由于出门脚料进行延误工序，应该用多少人辅助？包括他在一个区啊，一定都有人提前报钱了。怎么回事？台长小姐，听到了神武新区一个交通项目，由于出门脚料进行延误工序，应该用多少人辅助？包括他在一些区啊，一定都有人提前报钱了。啊，雷二，二哥，不敢，一场误会，你端着我的饭碗，还动手打了我的女人。你挺有脾气啊，啊？这是你兄弟啊？不是，刚认识几天，都不怎么熟悉，在我手底下干点正活。兰总，你想怎么处置？随便，只要你不生我气就行。二哥，你说什么？我都是一直跟你混的，你得抓住我呀！滚开！瞎了你的狗眼！你想害死我呀？自从你来了公司，没一件顺利的事儿，真他妈倒霉。哼，你们这兄弟处的挺悲哀呀。站住！从我结婚那天起，我就保证不再打架。但是为了我媳妇儿，我可以破裂。来了公司，没一件顺利的事，真他妈倒霉。哼，你们这兄弟处的挺悲哀呀。站住！从我结婚那天起，我就保证不再打架。但是为了我媳妇儿，我可以破裂。滚！这里有200万。赔偿你的车，明早来我公司，我们俩聊一聊赔偿违约的事儿。别的呀，兰总，我就算把车卖了，把房卖了，也赔不起你啊。我就喜欢看你无助的样子，兄弟们，走。